些就是一路尾随我们、追着我们骂、威胁我们停车，我警察不受理，说除非有人受伤，我真搞不懂这边的治安。我们在巴黎路上开始被抢劫了。直接就是一路尾随我们、追着我们骂、威胁我们停车，我警察不受理，说除非有人受伤，我真搞不懂这边的治。这个评论呢说法国末日了，法国完蛋了啊，这个可能这些个讲这个话些话也是给低端人口听的，硬核呢觉得说的对，也是低端人口听的啊，低端人口来说的。高端的人呢，也爱人家那个奢侈啊，人什么香榭里大街，人照样啊，马照骑，舞照跳，是吧？永远就是这样两极的东西啊。这些个新闻，你看四川观察给搞过来的嘛，是吧？也高端高档人也，人家照样到法国那吃喝玩乐，是吧？你这个底下一群人在这里叫啊闹啊，说法国到末日了，你这辈子你可能也去不了法国，连坐飞机恐怕都坐不上，朋友，就是这样现实的问题啊。